评价式，像凯欣老师今天也带了很多东西来。对对对，像刚看到也是评价式的吗？所有人都有介绍到，不管是高价还是平价的护肤品哦，其实啊，最重要的就是你要选对成分。然后选对适合自己的这个质地，那再来就是说顺应这个这几年的世界的经济状况啊，平价时尚是一个话题，就是说呢，我们希望可以花比较低的这个单价，但是享受这个很好的质感的这个奢华般的享受。对，所以我今天就是要告诉你，不用花太多的银两，你就可以让肌肤像贵妇一样美丽。直接就现场帮我们大家每一个人稍微就是稍微做一下保养，没问题，对不对？一边录影一边保养，怎么有这么好的事情？来示范一下要如何让这个肌肤快速的保湿，好不好？好。它的这个现在的状况是不错的啦，但是是因为现在的可能是现场的温度是 OK 的，还有，但是如果只要变得更冷，像我们现在外面比较冷一点哦，你可能开始就会出现脱妆的状况了。所以提醒啊，大家不管在任何的国家，只要有出现这个干冷的季节的时候呢，你的这个保湿一定要做好的。那要提醒大家，保湿除了像刚刚小优说的补水之外呢，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补油。好，所以呢，你在保养的观念一定要记得，我要补充水分，同时要补充适量的油分，那你化妆的时候就不会掉下来了。好，赶快来做。那我们就直接做半张脸吧。好的，好。冻膜的成分叫做玫瑰，那玫瑰呢是这个干性肌肤的首选，因为它的保湿能力超强，超强。那告诉大家哦，你在家里使用像这种晚安冻膜的东西啊，你可以做什么加分法呢？现在拿一个秘密武器，等于说不止把它敷在脸上，还可以再加分上去调和，调和，马上这个这是什么功能就在 up up 玫瑰果油。哎呦，玫瑰很珍贵，玫瑰果油啊，玫瑰精油啊的单价是比黄金还贵的，对，算是圣品哦。好，那我今天拿这个哦，没有滴出来就像黄金的颜色一样，滴个两滴。小优，你今天是沙龙级的，天哪！贵妇了，有感觉到了。小姐，你要薰衣草茶还是要玫瑰花茶呢？玫瑰花茶就好了。好，告诉大家，如果当你肌肤非常干的时候，你就把这个果油加上一两滴，跟这个晚安冻膜调和在一起。所以冻膜可以跟精华一做一个结合。结合。所以哦，大家哦，你要去懂得使用这个东西，你会觉得超级好用的。怎么用呢？完全没有技巧，你就把它涂抹上去就好了。闻到玫瑰香了。那你在选择护肤品的时候，还有另外一个重点，就像刚刚来宾有说到的，不要太香。有一些时候你去检测那个产品，一闻就会知道它是天然还是合成的。它除了有这个很好的保湿能力之外，当中有很多的微量元素哦。那再来就是说，它还可以有明亮肌肤的功能。在香气的部分，它还可以舒缓情绪哦，所以它有安定跟舒压的效果。那我这样敷在脸上要放多久呢？薄薄的这样敷呢，其实你可以直接睡到早上再洗脸。所以它现在就可以去睡觉了。晚安冻膜的好处就是因为它不像纸片的面。面膜需要撕下，解决一个严重的问题是什么？因为小优说啊，他在工作的时候会脱妆嘛，所以我们现在设定的是晚安冻膜晚上可以用，其实早上也可以用，所以你不要纠结那个产品的名字。哦，有一些消费者会很紧张，早上会不会出事？不会啦，其实不会。有，因为那个产品生小孩，这种人晚安面膜他觉得只能晚上可以用，对，只要写早或晚这么勾引。可是我真的会想说晚安就晚安用，我真的有人会吃啊。如果到早上才睡觉的呢，就会有点犹豫，你说要擦哪一个？哦，你们好故意哦。所以啊，提醒像小优或者是你也是像小优一样，就是容易干燥的话呢，你可以在早上妆前的时候先厚敷10分钟。OK。哦，那很快的，现在10分钟已经过了，那我就告诉大家接下来你应该怎么做。好，直接洗脸吗？平常你可以用清水擦掉，或者是直接用化妆水把它擦拭掉。那我这时候还需要，比如说用一些洗面乳？不用不用，完全。不要，这是洗完脸之后敷，敷完之后直接用化妆水。那如果早上我顺便吃个稀饭，我那个洗米水也可以拿来用吗？也可以，真的假的？也可以，洗米水其实对肌肤有蛮好的效果。对，所以其实我不需要再用一些什么特别清洁的用品，不用用清洁剂，因为一用清洁剂反而脸又干掉了。好，那现在呢，一样我用同系列的玫瑰的化妆水擦拭完之后，我们等一下可以请。哇，你今天好 rosy 哦，你好 rosy 哦，好 romantic， 好啦。快来，
倒啊！我想说你这时候应该再倒一下老师身上，我怕整个吉他，我整个落空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在十分钟过了之后，直接用这个化妆棉沾附化妆水做擦拭。老师真的是哦，你额头好高哦。对，我是清朝人。有他这样翻开，感觉很像戴口罩。没打算让你翻开。不是小优的刘海翻开就不好死嘞，熊熊就翻开了。哎，你的脸好好有戏剧感哦。好，然后呢，他不要担心哦，因为我们现在脸是干净的。然后敷完这个冻膜之后，化妆棉上面都是保养品，这个时候废物要利用，不要浪费了。我们直接把它擦拭在脖子上面。哦，然后记得你在擦拭脖子的时候做保养要画小圈圈。对，因为老师手势是画小圈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只是做这样子，直接就好了。你们都没有看到老师的表情，太好笑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边会有一些纹路，对不对？哦，纹路你必须要画小圈圈，才能把这些脏的老废角质，或者是有一些暗沉的部分啊，把它带走，或者是脏污的部分。OK。好，那你要检讨了。如果你这样回家自己用，很脏，拜托。洗澡完之后一定要固定做去角质的动作，好不好？不然你的脖子哦，这个纹路太多，就会比隔壁的女生更老了。哦，所以一定要注意哦。不然就要穿高领。哎，脖子也是。我们看一下，所以就他现在等于是已经做完面膜。我们可以请小优自己摸摸看，一定会变得 QQ。我们也请大家现场看一下。很色哎，他的脸。啊，我的妈，差好多。会变得非常的细致，但是现在小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，就是请他等一下自己上一下粉底，看一下那个妆服不服帖，好，我们就会知道到底有没有效果。因为我从这边看跟这边看，真的觉得差很多。我觉得这边干了，因为这边没有刘海，这边有刘海，就这边变亮了耶，有差了，那边变亮了，整个这样摸，而且另外一边的眼睛的眼尾也拉皮了。好，我们谢谢小优。等于说，老师这边帮他做的是一个面膜，对。然后它是一个非常快速而且很精准的一个保养，对，就是呢这个妆前密集滋润的一个保养法。好。